我是一位乌克丽丽的演奏家。音乐表演哦，自从我开始弹古筝的时候，因为我国小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国乐社，所以在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些社团的表演，不管是在学校颁奖典礼都会有表演，一直到现在。一开始想要接触的原因哦，其实小时候我妈妈就觉得学音乐的小孩不会变坏，所以就是把我跟哥哥带去学钢琴，那就觉得我很有天分，所以就一直学习到现在。影响最深的，其实我觉得在每一个阶段，就是从小时候、国中、高中到大学，然后现在出社会，每一位老师都是影响我很深的，因为他们给予我很多灵感，然后方向，还有一些音乐上面的知识。保留一样东西哦，都世界末日，应该没有什么好保留的吧？因为其实我觉得最美的东西就已经记在脑海里，没有什么可以保留的。我觉得音乐是让人疗愈的，不管你在开心的时候或是难过的时候，都是需要音乐的陪伴。那很多人在身心灵受伤的时候，我会希望带给他们很多美好的音乐，疗愈他们，治疗他们。20169月4号荣耀之光公益音乐节，我们不见不散哦，拜拜。